性的诱惑。天啊！你家儿子多大？哎呀，老舒服了。轻轻一配一配，头后一配。别动啊。底下还湿着。给他抹上蘸料。你这样干多的，洗头洗澡你就得堵，你不堵这个底下这炸膜这一块都是湿的，搅起来。那个影响听力了哈。对，那前两天老是给上火一样，炸膜一样里边。啊，火呀，就是你洗头洗澡是进水的泡的，它朝我长东西。对，上火一丁点的关系都没有。就是有东西在耳壁上了。